白天的繁忙喧嚣过后，夜幕降临下的每个城市都流转着风情万种的夜之风景。酒吧是夜生活重要的内容，不同的城市中酒吧也有所区别，里面的人更有着不同的故事。对于我来说，酒精灯光并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更多的好奇酒吧中的人有着怎样的故事。可是酒吧对于我来说并不熟悉，不过用陌生的目光来接触酒吧，这也许更有意思。那么今天我的夜生活就从现在开始。作为一个宅女啊，想搜好的酒吧很不容易，我要请教很多的朋友，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共同的推荐了一个酒吧，就是这个。他们说这儿生意极火，为什么会这么火？我们去看一看。一进门就发现酒吧的生意果然相当火热，据说这间酒吧成为了现在银川时尚青年的聚集地之一。这里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既然来了，我就要好好感受一番。老板，我第一次来你酒吧，慕名而来的，有没有什么推荐给我？你的特色？全世界都比较流行，是鸡尾酒喽。对，是鸡尾酒啊。所以这是你店里的特色。是啊。适合女孩子喝吗？适合女孩子喝，比如说天热。好的，那我就来一杯这个好吧。所以坐在酒吧里面点酒其实还是挺嗨的哈。你可以想要有这么多款各种各样的酒供你选择。鸡尾酒是一种混合饮料，闲暇时在酒吧喝点鸡尾酒已经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鸡尾酒是这家酒吧的特色产品，但是如今对大众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这么多的人到底是被什么吸引过来的呢？这让我更加好奇，也更加期待接下来的鸡尾酒了。是什么呢？薄荷叶，新鲜的薄荷叶。新鲜的薄荷叶，然后我刚看到你放了一点酒，是什么酒？哈瓦那。哈瓦那朗姆酒，然后还会有汤力水。对。对，很简单是吗？是。所以我要尝一下这个口感哈。真的好好喝啊！它第一口进来的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刺激的，但是回味很甘甜，而且呢很好，很应该说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说，这是一款特别好的鸡尾酒，因为它很适合女孩子在夏天这么清凉的时候，薄荷的那种清凉会一直从我的舌尖到我的喉咙里，所以非常好喝。有一点点小的酒精，然后配着这样的音乐，你会不自然的这样晃动起来。要不要来一杯？这间酒吧自从三个月前开张后，生意就一直很好，但是跟老板聊起来，他却告诉我他是一个不喝酒的人，以前也不去酒吧，这让我太惊讶了，他怎么会开酒吧的？酒吧的生意又怎么会这么好呢？因为我觉得我理解的酒吧不光只有喝酒，我觉得酒吧酒水只是助兴，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场所，是一个大家在一起玩一起交流的场所，酒水只是助兴。哦，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越来越大，也越来越拥挤，密集的人群反而带来了更多的陌生和孤独。酒吧作为夜生活的主要根据地，泡吧的意义从最初的喝酒聊天，到如今社交成为了最主要的目的。一个酒吧就是一个圈子，不同的酒吧吸引着不同的爱好人群聚集。王瑞也希望能让自己的酒吧成为大家一个自由交流的地方。他的酒吧内没有服务员，客人点单在吧台，酒也自己来端。因为当你能在酒吧走动的时候，你能来吧台，能跟我说话，因为你要东西肯定得跟我说话，然后自己端走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远比你坐在那一动不动的。对，对，因为你走的这一路上，你有可能会遇着认识的人。你坐在那，你不动，他在那，你在这儿，大家谁都碰不见。但是你来，你只要来回走动，你可能会碰见认识的朋友，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可能会看见好多事儿，你会看见其他的漂亮姑娘呀什么的，都可以。这个真的好好喝啊，而且一点都不觉得它像酒。你既然喜欢这个，我想再给你推荐一个。这适合我的。这么小，看一下这两个比较一下，冰冰冰，好小哦。好，然后呢？现在先把盐舔了。把盐舔了。对了。都舔了。都舔了，好甜啊。没事没事。然后把酒一口气喝了，然后嘬这个汁儿，嘬柠檬的汁儿，硬嘬，可以把柠檬吃了都没事。然后吃完之后把柠檬塞进去，这个超爽的，这个是烈酒里面最有名的一个。我需要用10秒钟才能够说话。这是一款好烈的酒啊，他竟然说特别适合我。他喝的那一杯酒是龙舌兰，可是这种喝酒的方式是传统吗？对，这是最正宗的一种喝法，龙舌兰一定要的。所以你这儿洋酒我看到的就很多，而且这个喝法好像蛮正宗的，是吧？这是你酒吧的特色吗？对，然后每一个，因为我们酒吧就是可以单杯要一杯，不用担心你要一杯，喝一杯就下去。会很贵吗？我刚才喝的这些？会，你刚喝的那个龙舌兰10块。10块钱。哎，我发现现在追求小资的成本降低了哈。在王瑞的酒吧里，不论啤酒、洋酒，最低的价格他都定为10元钱，全部洋酒都可以分单杯卖。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到自己的酒吧，享受酒吧带给人们的愉悦。你想喝一杯洋酒啊？你想喝各种各样不同的？我觉得太少，而且有的话价格也太高。我当时就想做一个，就是很随意的，大家谁想来喝，喝什么都行，都能喝得了。电子乐是这家酒吧全部的节奏，王瑞专门购买了 DJ 台，请了专门的 DJ 来打碟，希望能够吸引喜欢电子音乐的年轻人来到这里。你要注意的话，你去 Zara， 包括现在的阿迪，屈臣氏、麦德龙，有外资的这种大型的企业，
里面放的背景音乐就是泰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地方，那么小的超市，就是面对平民百姓，对大众化的，对，所以你希望追求的就是这种平民的，对，但是对有更多朋友在这儿快乐。如今生意的火热让王瑞有种成就感，他的想法让更多的人所认同，通过酒精、光影、音乐的综合体，让这间酒吧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像找酒吧啊，这个事情呢，真的是不能够自己随便去找，因为现在酒吧多如牛毛啊，要找到有特色的好酒吧，一定要靠朋友多，一定要靠人缘好。比方说这个酒吧就是朋友推荐给我的，告诉我说这儿非常有特色。什么样的特色呢？我们进去看看吧。走入这个酒吧，店内的装饰和楼上隐约传来的音乐，一下子就让我觉得这间酒吧和酒吧的老板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故事。上来有点别有洞天的意思，你看上面的情景跟下面很不同吧，不过这个酒吧给我的感觉觉得它很安静。我第一次来你们家，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特色的，不如你给我推荐一下。来我们家就一定要尝一下我们家的咖啡。我们家现在做维也纳小红帽咖啡，这始于1862年，可以说是维也纳的皇家咖啡，也是2011年才进入中国市场的。维也纳的咖啡？对对对。这个好像可以尝一下。第一次进酒吧，有人给我推荐的特色产品是咖啡，坐下来尝一下。欧洲田园风格的装修，店内顾客轻松聊天的氛围，这种安静让我一下子平静了下来。夜生活不仅是为了消磨时间，也需要释放压力，享受安静。这样一个酒吧也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坐在这个酒吧里面的这种感受啊，会觉得它有一种能够安静下来的力量。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去酒吧，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精力旺盛，我们因为在那儿可能会很喧嚣很闹腾，但是这个酒吧可以允许我们坐在这儿疲惫地释放自己。所以看到的目之所及的地方，你会觉得很惬意很宁静。所以这个酒吧确实有点与众不同。我的咖啡来了吗？这就是我刚才看到的那个小红帽的杯子。这个是浓缩咖啡，然后这个是我是在打榜的牛奶。我加了又在牛奶的咖啡上面拉花。所以你会给我拉一个什么样的图案呢？我很好奇。马上就有了。啊，一个漂亮的泡在一起的桃心吗？啊，郁金香哦 ，sorry， 啊，谢谢，就是送给我的一朵郁金香吗？好漂亮啊！所以这样一杯咖啡摆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非常想在这儿放纵自己，然后让自己完全的休息在这儿，慵懒的捧着这杯咖啡，享受一下属于这样的一个安静的酒吧的时光，尝一下。
美味啊，很浓郁，很醇香。捧着手中浓郁的咖啡，享受难得的安静时光，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很舒适，也让我很想认识一下这家酒吧的老板，了解下为什么会开这样一家与众不同的酒吧。我们的青春真的是一半的美好回忆，甚至大半的美好回忆是在酒吧里。就酒吧其实是我们青春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我们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这群好朋友都应该有一间自己的酒吧，有一个自己的喝酒的地方。所以就想反正不知道做什么，又反正迟早都要做酒吧，那不如我们先做间酒吧来试试。在中国，酒吧是一个移植而来的公共空间，酒吧里关于西方的文化想象成为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可以品尝、可以体验的真实场景。酒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很多七零八零后的人们的青春记忆中或多或少都有着关于酒吧的故事，也许对于酒吧都有着自己的理解。酒吧的氛围作为一个酒吧的环境跟老板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老板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人，他不可能开一个咖啡馆的。当然一个性的一个老板的话，如果他的平时生活就喜欢听听古典音乐看看书什么的，他绝对不可能开一家非常闹的夜店让弟兄们，所以就跟性格有关。对，其实三个人性格还是偏内向一些，都比较好安静。之后就说到刚才就说，觉得酒吧既然是一种西洋的文化传进来，那我们就应该做一个纯正的西洋化的酒吧。就在唐来小区那边甜品巷开了第一家阿贵酒吧。2008年，姚文君、徐坤、徐强三个好哥们儿开了自己的第一个酒吧。酒吧开业以来，他们就明确表示，在自己的酒吧里提供给人的是一个心灵聚会的场所，一个人际交流的场所和氛围，没有喧闹纷扰，只有不停旋律的音乐和浅饮慢酌的酒水。到如今，这家酒吧已经是第三家店了。做这家店的时候，跟我们上一家店相隔了两年的时间，做生意也已经16年的时间了，有一定的积累。有一定积累的时候，就是小的爆发点，就是想把我们，也是第一次阿贵做单店面积这么大的店，就想把我们阿贵的所有的东西都展现出来，就让更多的人去认识阿贵，了解阿贵。享受的阿贵。酒吧的装修一直是姚文君他们三个自己来设计的，虽然没有学过这方面的内容，但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酒吧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如今优美的环境、安静的氛围已经成为酒吧重要的标签，还吸引了不少时尚青年来这里拍摄自己的婚纱照。我们的所有店面都不让摇骰盅，不让划拳。有些顾客来说，包括朋友，开酒吧你干嘛不让人摇骰子？开酒吧干嘛不让人划拳呀？我说他们也挺想通的。我说那你觉得我们的酒吧好吗？你觉得我们挺好的。那你觉得我们哪是？哪些吸引你们的环境？我说如果你一进来，我们整场里面就是烟雾弥漫，三桌在划拳，四桌在摇骰子，五桌可能在十五二十桌，这样的一个酒吧氛围，你还会觉得不挺好？我那肯定不会。优美的环境，优良品质的酒水以及时尚品味酒吧，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喜欢上了阿贵这家酒吧。不过姚文君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满足现状。
酒吧是一个给人休闲放松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地方，通常有很多劲吧。但劲吧，如果你只是一味的卖酒的话，可能对顾客就有一个局限了。所以我们家就之前一直在卖茶，但做的时间比较长了嘛，需要一些新鲜的元素进来，所以就融入了咖啡，就是把咖啡馆和酒吧这样的东西有机的结合起来。但衔接它们的点就是安静舒适的环境，是这样。现在口中啊还留着小红帽的香味儿，所以作为一个非常好学、非常上进、非常有好奇心的主持人呢，我就想学一学这么好喝的咖啡怎么做的哈、啊，行吗，老板？我想跟你学学咖啡啊。可以让我们的吧台长韩红先生教你，这个是非常棒的咖啡师，也是从北京学成归来的。你怕不怕我学完了之后你们生意被我抢了？他是绝对不怕，越多人做越好。还有就是他很复杂吗？我能学会吗？我可不太聪明啊。其实步骤很简单，熟能生巧嘛，第一回练一练呗。所以我有特权了吗？可以进到你们的吧台里？好，谢谢。首先我们做什么呢？首先呢，我们来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店的这款咖啡豆。嗯，我们现在店里边主做的是维也纳小红帽咖啡豆。那么它呢？就是我刚刚喝的那个。对对对，它这款咖啡豆呢是适用于维也纳皇家咖啡，对它的品质非常高，非常好。对，我不知道怎么样鉴别一个咖啡豆的这种好坏，但是现在从我现在这个角度看上去，这个咖啡豆的光泽特别的好。对对，2011年，姚文君在上海世博会参观时了解到了这款咖啡。当筹备这家酒吧时，姚文君他们去西安找到了这款咖啡的代理，可是远远高于国产咖啡豆的成本，让姚文君他们有所顾虑。国产的一包咖啡豆就几十块钱，我们这好几百。我们商品的价格其实是一个市场上的均价，但如果我们的原材料成本提高10倍的话，说实话利润就相对很薄了。当时我们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求品质嘛，如果只是简单的做一些国产的咖啡豆，一些便宜的廉价成本的东西，就是品质还是体现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在原材料上把它做得更精一些。咖啡是这家酒吧主要的招牌之一，姚文君他们出钱专门送自己的店员去北京培训，品质上来了，可是姚文君他们却因为成本的增加勉强才达到收支平衡。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像我们在银川已经做了8年了，以我们这样的经验，以我们这样的资历，但达到我们这样的收益的话，卖的不便宜，你应该赚好多钱。但是他们真的就是了解到的时候，或者有些我们的店员他真的干到这里面的时候，真正成为阿贵一份子的时候，就会发现阿贵原来真的赚钱挺难的。别看就是一到周末就满场怎么样，好像每天客人很多的样子，他的利润是很高的。为了给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酒吧的亮点，姚文君专门聘请了一个魔术师免费为顾客们表演，这样啊更增加了酒吧的成本。如今呢都已经成家的三个伙伴需要有更多的承担，不过对于姚文君他们来说，这是一个自我的坚持。我就像很多人为什么问我为什么叫阿贵一样，就是每当有人问我你为什么叫阿贵，贵是什么意思啊？价格贵，我们就一直在说阿贵贵在品质，就是一直在坚持一些品质的东西去做。其实这些想法都是最年轻的时候最初的想法，但现实是比较残酷的，但是我们就是更愿意去坚持这份最初的理想，坚持的去走下去。当然可能更多的还是坚持自我的一个表现了。
还是坚持品质。酒吧无论是一种休闲方式也好，还是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也罢，酒吧里的故事总是不断的发生着。无论怎样，各色各样的酒吧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放松与自由的归属空间。这里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停不下来的音乐和潜饮斑驳的酒水，让人们寻找一种真实的解脱与放松。Ces petites sensations, ça vaut mieux que nous.